好，4月19號老懶周記嘅第二節，我係俾你。點解？阿家佬。嗱，鏡頭後面仲有牛精文同埋阿喪波喺度嘅，咁我哋而家試緊，我哋咧即係籌作咗好耐啦，又屌人又成先揀得到呢一部 DV 機，終於買到啦，2000幾蚊。咁其實原價4000幾，不過陳列品。咁啊，而家即係冇辦法啦，因為之前咧我用相機拍咧就論盡好多。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啊所以啊，一定要嚟我哋係聚啦，算係我哋嘅就職典禮等等啦。而家夾埋應該有14、15圍到啦，嚇咁啊，仲有成個幾月時間嗱、啊，希望各位朋友咧，嗱、啊、或上有啲話想同我影相嘅話，點樣同我想見到煙雞啊，點樣嗰啲咧？喂，唔該，唔使怕走，一個人都可以照報嘅。OK， 咁啊嚟咗之後，我哋會盡量編位。咁今次我哋嘅係聚咧。嗰幾十圍咧，我哋都希望咧，將我哋嗰啲重即係核心嘅係友咧，我哋自己唔會坐埋一台噶啦，就打散咁啊，台台都有一兩個即係蘭花系嘅核心啦。咁我可以同你哋大家去分享多啲，即係我用分享呢個字眼啦，關於我哋調理龍毛蘭花系嘅諗法。咁頭先有個係友上嚟同我傾咗個幾兩個鐘頭仔啊，下晝佢咧嗱，佢講嘅又唔係我講啊，佢話佢覺得我哋個組織嘅嚴謹。同埋嗰種動員力咧，係仲強過曬而家所有嘅其他政治組織。咁高漲我咁我就唔好講啦，即係佢梗係講乜人力啊，而嗰啲咁樣啦。屌你老母！我就同佢講，其實我哋係冇組織，我哋係冇組織可言嘅喎。咁高漲。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嗱呢個係佢講嘅啫，唔係我講嘅。但係如果佢覺得呢個係事實嘅話咧，咁我就只能夠講一樣嘢，係因為我哋年紀大啲，閲歷深啲，知道有啲嘢。就可以輕輕化解，就無謂加重。知道有啲嘢，即係事事好難盡如人意。呢個亦都係我哋堅決唔組織化啦，或者政黨化嘅原因。咁、我哋講下今日啲報紙新聞先，因為咧兩日假期啦，咁就開始咯喎。去完呢、這個即係嗰班咁嘅藝文，唔係去完呢個上海之後咧，大公新華社嗰啲啊不斷嚼啊馬丁同埋啊。阿陳四萬話佢哋阿婆阿伯做乜撚嘢去屌揾外國喎？阿煙雞，你講幾句，你點睇啊？點睇？梗係鬧佢哋啦。邊個鬧？唔係佢哋梗係鬧啦。我話你覺得點睇啊？你點睇佢？你點睇馬丁佢哋去美國，同埋你點睇新華社佢哋批判馬丁佢哋嗰啲兩？馬丁不嬲都做翻佢哋舊嘅思維咯，一路都係沿翻佢哋以前做過啲乜嘢，依家就繼續做啊。他繼續做啫，你覺得馬丁覺得咁樣有用咩？其實你覺得咁樣有冇用咧，阿家佬？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形勢不斷變嘅。嗯。你依靠外國勢力咧，就不嬲就緊咗噶啦。問題你當去到某一個段落嗰陣時候，好似而家，你唔靠本土勢力，你唔增強本身香港嗰個本土人嗰個意識又好，爭取本土人嘅，你搞咩都冇用噶。嗱，我啊覺得咁樣，陳雲咧就不嬲都講佢哋係呢個美國買版啊，點嗰啲啦，係咪？咁啊，美國亦都無可否認咧，喺意識形態上啊，實際上嗰啲後話，佢係世界嘅第一民主大國，可以講啦。咁你去到將香港嘅人權情況向佢哋唔係彙報啦，即係講出嚟反映。希望我哋關注香港嘅情形咧，呢個係你一向嘅做嘢方法。但係咧，其實我覺得佢好撚奔走。點解咧？第一，美國佬嘅影響力係咪真係咁大？而美國佬聽完你講之後，佢究竟會做乜嘢咧？咁大家都心中有數。佢最主要都係睇翻佢哋自己同中國大陸目前嘅利益。呢個肯定嘅事嚟㗎啦。但係你咁樣做咧？就首先就俾好似你無端端咧，就趌高啰柚，就要俾共產黨即係有口實啦。因為點解咧？嗱，你如果係爭取政改，嗱呢啲叫做人民內部矛盾。OK， 如果你咁樣咧，呢啲真係就勾結外國勢力嘅咯。喺共產黨嚟講，喺佢哋嗰種唔能夠磨滅嘅即係英美殖民亡我之心不死嘅意識形態底下咧，佢其實就係揾呢一張牌。佢知你，就算你明知你唔係都好，佢一打呢張牌。國內嘅十幾億人，即使同情你香港嘅人都可能會轉調嘅喎，因為始終嗰種大中華係甩唔到啊嘛。呢個其一，我認為不智嘅。其一，其二就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好，
制，如果你即使再去找美國佬，甚至乎見到奧巴馬都是這樣說，原來你連香港自己的人想要什麼你都不知道，本土化那種力量或者香港人對於自己自身那種認同你都不了解的話，這件事就真的不能夠不認同陳雲，他用兩個字來形容你這班人就是離了地，他已經不能夠跟我們共同呼吸或者跟我們有共同的想法，而一班跟香港人不可以有共同想法的人他怎能夠代表我們。老實說，我識完批評李柱銘批評得很厲害，其實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這個不是壞人，但是他做的事就的而且確是一步一步地行著惡，縱然他的心不是這樣。譬如他很不明白為什麼人民力量不斷追擊他們的民主派，不止民主黨，譬如說有份跟你一起玩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也追擊他，不明白，所以他會覺得你們是否真的懷疑你們是否收過錢。但是我要跟馬田說，如果他有機會看到，我相信他沒什麼機會看到、okay. 你可以懷疑任何政黨，你沒理由懷疑我們藍花系，因為起碼我現在跟你說我沒有一毫子收過任何人。那為什麼我仍然是這麼嚴厲批評這個民主黨、公民黨、工黨這些行家產，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脫離了，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是脫離了市民，而且他們還不斷用他們僅剩餘的影響力和香港人恐共的心態去令到市民想表達的情緒都抑壓翻，冇幾多人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大開大合去講啊！有啲人為咗嗰種偽理性、偽討論，仍然去同佢喺和平嘅空間入邊去作出討論，而試圖俾佢說服，或者有意無意都寧願俾呢班人說服，於是乎一齊咁樣去hea爭取民主，而hea爭取民主係永遠爭取唔到。美國佬佢支持穆巴拉克，埃及嘅獨裁政府。因為這個是對他有最大的利益，是直到何時轉掉呢？是直到民眾上街，穆巴拉克不得不亡滅的時候，美國佬基於他的憲法裡面和他的立國精神就是、民主、okay? 當見到人民行使他們直接民主，將一個貪腐的專權政府、okay? 獨裁者一個 dictator 趕下去的時候，他不能夠不出聲明支持即係呢個埃及嘅新政，所謂嘅新政權啦，係怯於現實底下，所以你馬田同埋阿陳四萬，佢哋再去咁樣去美國咧，其實咧係叫做點講咧？叫做枉作小人。美國佬亦都唔見得會特別同你咩㗎？喂，有電話啊，唔使卡住。喂，陳仔啊，喂，你見到阿大阿咪未啊？哇！你打個電話俾阿大咪啊，喂！你叫搭半啦，叫阿大咪去嗰度接阿陳仔啊！啊，我知啦，屌，咁啊，咁咪走添啊！呢個係陳四萬啦，唔好意思啊，我哋啲節目係咁樣樣嘅，一陣你 cut 呢一節 cut 少少啦。跟住咧有一度有好多好笑，嗱我就冇乜深呢啲咁嘅壞人，我冇特別心機講嘅，咁但係可以不妨講兩句，就係、是、呢個咧女牧師蠱惑網購嗰度啊！咁有單嘢咧，打俾阿蛋咩啊？嚇！你哋叫佢去接嗰個陳仔得噶啦。啊！陳仔打個電話嚟啊！有冇睇呢單新聞啊？但係我喺度懷疑緊，即係我唔係話揸，所以我自己本身係基督徒。嗯。首先我懷疑呢個係咪真係兩係咪牧師嚟啊？第一個問題我要。我諗冇得假嘅。啊！唔係㗎。我諗冇得假嘅，有個牌㗎嘛。就係問題嗰個牌。啊！有個牌，我諗冇得假嘅。不是喎，看啲手法是呃人的啦。呢個當然係咁啦。OK， 咁但係我係想講一樣嘢啫喎，就係佢點樣回應呢個新聞界嘅查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日後咧做乜嘢都得噶啦，即係用呢、這個用呢一句説話嚟回應咧。因為呢啲咧亦都係中共佢啦，咩嘅就係模糊化啦。就係我用一句叫人哋問你乜嘢都好，問問佢啦，佢係回應一句啫。我冇嘢講。公道自在人心，係啊，兩公冇。嗱，你只要講公道自在人心咧，講得多幾次，緊有啲人係兩邊睇嘅喎。屌你老母，即係冇俾你呃嗰啲人，咪覺得屌唔係嘅。啊，呢、這個叫做咩啊？姓
呢、這個勝利嘅，李牧師係好人嚟嘅，我信佢，咁啊公道自在人心噶啦。所以咧嗱、大家真係要認清楚。我知道我哋嘅節目咧，喺一啲唔想接收我哋呢一類信息嘅人嚟講咧，佢哋係唔會睇到嘅。咁但係我希望有陣時，因為我而家發覺咧，我哋係用累積計嘅。譬如我哋老懶周記即係現代學傳咧，只要累積到一兩個月咧，咁我以萬計嘅嘅 viewer， 即係個觀眾。咁啊，用即使老懶周記咧，你用幾個禮拜時間咧，佢都係以千計嘅。咁希望可能有啲人唔知點解會睇到啦。我哋去判斷一個人係好壞，其實係判斷唔到。戴耀廷個老婆都覺得係好人嚟嘅，啊！戴耀廷個仔女更加覺得佢係好人啦。咁我都唔覺得佢係一個殺人放火嘅壞人。點為難為情邪定分界就咁解啊嘛！啊，大家嘅角色唔同，但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咧，真係有心害人嘅人咧係唔多嘅。咁當然亦都有喎。是專登唔撚知點解佢係要去犯下罪，屌你咁呃鳩係人，屌你都開撚心嘅。咁譬如我哋見到條女好撚正，想溝佢，明明自己有老婆嘅咯，屌你係咪呃嗰個女人咧？定係你情我願？你個心都係一種犯罪嘅心理嚟㗎，其實。咁啊，所以咧，我就唔係好想講關於即係好定壞，但係我哋去評論一個人，包括政治人物、公眾人物，或者你手你自己身邊啲 friend， 其實 at the end 最後咧，我哋評論係咩咧？唔係講乜嘢。是去做乜嘢？咁當然啦，包括我哋嗱，我自己天秤座，我人好撚公道嚇，但係其實都會有一啲點講咧？因為佢係我朋友，我就會騷兩句聲咯。你等於周晴都好撚撐啊，歐陽軒啦，啊咁啊呢個鬧哄哄嘅話題，由阿 Betty 事件引起呢個熱血公民，同埋呢個狂抽啊歐陽軒，有咩睇法啊？軒雞知唔知啊？我聽到，聽到就依家好似係直情啊開戰啊，兩邊係啊，但係但個事件始末係點樣啊？事件始末就有一次一個公開論壇，係跟住就歐樂軒就問阿皇上阿黃仁達，就講咗關於佢爸爸係當係新移民咁樣，係究竟有冇出嚟即係落嚟香港嘅時候有冇？佢阿黃仁達對呢個新移民會唔會係一模一樣，即係嗰個尺度 ？OK， 等我嚟。嗱，其實就咁樣，歐樂軒咧呢條撚樣偷錢賊咧，就同我哋不嬲有梁子啦，同民主派咁啊，同阿葉正唔係葉正純，應該同阿泰啊，亦都有不戰過嘅。咁但係我哋撇開咗件舊事先。咁最新嘅情況就係咧，係由 Betty 事件引發嘅，因為《熱血時報》啊等等咧。咁好多時佢哋都會去質疑一樣嘢，就係話喂，你 Betty 冇感恩嘅心，你咁樣出嚟攞我哋嘅資源點？嗱，你同唔同意咯？唔緊要。而阿歐樂軒啊撲出嚟咧，就話黃仁達，喂，你老豆咧偷渡落嚟嘅，點？你有冇係咪用同一把尺？嗱，其實咧，都於是乎而家不戰啦。你覺得阿歐樂軒呢個講法點樣啊？黑吉佬偷咩？偷添咩？偷換概念。偷換概念咯。首先兩樣嘢你唔可以撈埋一齊講，點解咁講咧？喂，以前嗰輩人偷到落嚟，同呢個黃小姐 Betty 王咧，佢偷到落嚟個情況係完全唔同嘅，個社會背景個環境都唔同，你唔可以去相提去並論，去混淆嗰個視聽，去問人哋你支唔支持你偷渡之餘，我覺得完全係兩樣嘢咯。嗱，好簡單，其實再簡單啲講，法律係點樣咧？我哋首先講，我哋話要尊重法治啊嘛，尊重每一個國家嘅行使法例嘅權利。而香港呢個亦都係香港優先領先嘅地方。黃仁達老豆幾多年嚟我冇掌握到，但係咧底裏政策係咪應該八零八一咁上下㗎？八零年截胡至十月，八零年十月。咁你黃仁達老豆有冇身份證先？我想問。就係啱啱嚟到，應該有啊。嗱，我哋估計佢有啊，有翻身份證啦。如果唔係黃仁達，屌你點撚樣去啊？我都成咁樣樣啦，咁啊合法咯。如果當日唔係有人大釋法99年，李家衞案件啊，應該係你阿 Betty 黃家衞落到嚟，即係單親又好，雙飛又好，咁好多香港人嚟。點都一早攞咗㗎啦，唔會等到今年年頭先有張身份證。係咪先？佢點解去到今年年頭咧？
就其實我哋係批評佢咩？其實我冇細睇熱血時報嘅文章，但我諗到我哋呢一班本土派嘅思路咧、就係估計到啦，估計到啦。其實嗱，我哋自己立場我講過噶啦，一個女仔佢落到嚟香港，香港政府嗱呢個係一個例子啫，亦都有好多類似嘅，其實係周街都好多，我相信好多好多嚇。咁亦都係第一係冇得遣返啦，因為佢冇身份冇户籍，好多因素啦。簡單講句，咁冇户籍。留在香港，於是乎陳一君就包容佢咯喎。係啊。OK， 包容佢就話喂，所有冇書讀嘅小朋友嚟我哋天主教教區嘅學校，我哋俾書嚟讀。而佢亦都係接受咗好多嘅佢認為嘅歧視啦。但係呢啲歧視咧，其實係必須，因為你係違法噶嘛。即係唔係必我唔能夠唔係咁講啊，唔係必須。呢啲歧視即係佢覺得嘅歧視，即係可能人哋審問佢啊，或者唔俾佢入讀啊，因為佢冇身份證啦，係合理嘅。你冇身份證就做唔到好多嘢噶啦。而最後是因為呢個社會對你的包容，終於俾咗個身份證你。起碼你咁多年有書讀啊，基本上好多有身份證嘅人嘅福利，而係你冇身份證，你一樣同樣享有嘅福利啊嘛。嗱，由呢件事睇到，你歐樂軒作為民主黨曾經競選過副主席噶，大家記得啊，佢嗰年同阿劉慧卿嘅時候啊，佢咁樣偷換概念，佢完全唔能夠貼近到民眾嘅，佢已經後生，佢廿幾歲嘅啫喎。民主黨點樣可以代表我哋香港？咪係咯。你所以我頭先就係想，我想講翻呢件事出嚟，就係再 refer 翻之前講嗰個陳四萬同馬丁去美國枉作小人妒忌。咁你完全咧，好話唔好聽，你跟唔到而家香港個現實去到邊度？香港人要乜？我記得甘地咧喺南非翻印度嘅時候。有一次佢有感而發，嗰個亦都係好出名嘅一篇 speech 嚟嘅，就係話大致就咁樣咧，就話而家同你哋爭取嘅人，全部其實都係啲權貴啊、貴族啊，為咗佢自己利益啦，或者為咗佢哋滿足佢自己嘅點講啊，滿足佢自己嘅行使正義嘅心，因為未必一定揾真正嘅金錢利益噶嘛，你啊，但係金地講嘅最明顯就係、是、大家上網 search 大致有咩意思，就係話。只要佢唔能夠，亦都係我成日都覺得深深以為嘅，佢唔能夠同我哋感受到生活嘅痛苦喜樂，分享到我哋嘅意念夢想，咁呢啲人係代表唔到我哋嘅。民主黨、公民黨呢一班人係完全係真真正正離曬地，而佢哋企圖用仲用佢哋舊嗰套去緊箍嗰班一直深信佢哋嘅意識形態嘅支持者。咁呢一樣情形，我可以好明示咁樣話俾大家聽，佢哋唔去檢視佢哋呢個政黨更新，呢幾個政黨都全部玩完。我第三節翻嚟先講，冇第三節啦，咁啊吹啊咩啦，仲有咩啊要講啊？冇啦，呼籲啲人買飛啦，繼續支持，繼續支持蘭花係啦，係咯，好，快咁多，拜拜。